今日是一代巨星梅艳芳逝世十五周年的日子，一班 fans 就带备鲜花、心意卡和食物等等来到九龙塘散善珍堂拜祭偶像。台上面还放满了妹姐生前最爱的点心、刺身、饮品和水果，而歌迷会就送上花牌纪念偶像。现场还放满了妹姐的相， fans 们亦都逐一上香致祭，利用这个时间和偶像讲下心底话。圈中人许志安和袁咏仪亦都在网上发文悼念，希望妹姐在天上安好，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。